钱嘛，对你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是否物尽其用，不是吗？为什么帮我？我也不是想帮你，只是不想看这样的事儿再发生罢了。那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做这些，自然有我做的道理。老莫，哟，今儿都在呢。坏了，鸿门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梁鸿便是我兄弟。是你让弟兄们过上了安安稳稳的生活。从今天起，上刀山下油锅，我老穆必定两肋插刀。有你梁鸿的事，我老穆绝不有一个不字。我这个人不会薄待兄弟，你放心。今日后，寨子里的每一分钱都有你一份。说得好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干！干！留下买路钱，保你顺风又顺水。小健，哎，你呢？快点，走吧。小健，这钱，快点，留下买路财，保你们顺风顺水到山下啊！哎，快，钱拿出来，交钱。哎，交钱啊！快点，我想离开这里了。过来。那就离开吧。哎，宝宝，老顺风顺水到山下。哎，交钱。我家公子想见你。过去，都跟好啊。来，快！哎，你的。此番劫难，多亏姑娘相助。梁姑娘能凭一己之力，一群土匪恶霸周旋，实属女中豪杰，宋某十分佩服。他们本心并不坏，只是选错了生存方式而已。况且，他们现在都是我的兄弟。是我失言了。毕竟以我的遭遇，很难将他们看作是不坏的人。没事，不重要。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？以梁姑娘的才华，埋没在这小小山寨，实在可惜。不如随宋某去上京城看看。那就走吧。他来了，我给宋公子送点点心。请稍等。见过公子。高小姐有事吗？我知道今天是公子远行的日子，路途颠簸，沿路没什么正经的食店，所以我就亲手给公子做了些点心。高小姐的点心向来别致美味，辛苦了。为公子做事怎么会辛苦呢？天气这么热，恐怕你做的点心再好吃，公子也咽不下去吧。哎，快看，酥起来了嘿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当然是你来做什么，我就来做什么喽。嚯，那白眼翻的跟抛物线似的。
哎，客官来，看一下。感谢哈，回头有时间请你吃饭。我还是觉得住在这客栈实有不同，不如还是住在我给姑娘安排的别院客。不用不用，我这个人吧，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，就这儿挺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勉强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。好嘞。 谢谢啊，那你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拜拜，回见哈。唉，累死了，走，下班干饭去。你回屋吧，我要睡了。我睡不着，你陪我喝酒吧。 等你喝多了，天都亮了。说的也是。哎呀，好烦呐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想到宋世林也有一个主子，不如随宋某去上京城看看。既然都已经知道主子在哪儿了，怎么到手也不着急一时。不如先干点你最喜欢的事。我最喜欢的事儿？ 赚钱。要是想赚钱的话，还得找宋世林。可是他把我弄过来，到底想干什么呢？无论他有什么目的，想要利用他，就要有撬动他的筹码。哎呀，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。 就怕武夫有文化呀！公子，查到了，是他吗？正是。他竟然甘愿当一个姑娘的打手，并未查到这位梁姑娘的来历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他在朝中并无势力。 有意思，没想到梁姑娘字写的如此好，啊，字字珠玉，啊，十分有文采。